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把门打开，隔着门我听不清。我说你在滚！啊！还不起来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好的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个美男子呢？你这山顶洞人的造型是怎么回事？出去！老师，你还打算自闭几天呢？网上的短文也不更新，读者们都以为你失踪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很让人担心的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非要自己一个人憋着？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呀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我在你家白白蹭吃蹭住，还因为做书的事情各种烦你，是脸很大。但我们毕竟在同一屋檐下，不能算是朋友，也算是比点头之交更熟悉一些吧。就算你嫌我多管闲事，我也要问你去老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哪来那么多的感慨啊？我就问了一句，你脸怎么这么大？脸型轮廓上的大。那这样呢？卖什么蠢呢、啊？能不能出去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休息两天。什么工作没有年假？写完老休息十天半个月的，不过分吧？你这哪是休息啊？你分明是修仙。作为你的编辑，我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你这样飞升。我不需要编辑来管我。要不这样吧。待会儿我们出去吃，我请客。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牛肉砂锅。走走走走走。出去吃啊？房客守则第七条，禁止以外带食物以次充好。还有，刚才你违反了第八条，禁止借同一屋檐下的便利对房东做出超越房东与房客关系的不良行。停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